就不能治水。其实这是一个古人的这么一个看法，这是个规律，是吧？未须小便，频利的多，所以未须的那个是遗尿。咱们用这个甘草甘凉汤治遗尿，也就从这上来的。民间猪肝汤也是的，它从甘姜甘草变化，就是甘姜甘草加茯苓白术。就是甘草甘姜，就是理中汤的一个底子嘛，也就是理中利尿，治这个小便频。那么这一点他就说，偶尔脉弱，不是胃虚，胃虚到一个极点，他就不能够治下，就是也使得这个小便频数。身有微弱见绝的难治，他由于里虚寒，这是个开始我就说这是太阴病的一个表现。那么阴寒之极，这个虚热呀烦恼陷于外，这最坏的现象啊。咱们后头来讲那个火乱的时候呢，最清楚了，就是咱古人说的那个五根之火了。还有微弱，按理说不应该有微弱，而见绝，绝，偶尔脉弱带绝，就是胃气沉衰啊，这个补气不能不于事末了。那么这个病看着这样挺偶尔脉弱，小便自利，身有微弱见绝。就像不仁的意思，这个病其实这个病主要都是身有微弱。身有微弱，就是这个内里头这个阴寒之极这一点这个郁阳尽陷于外，就是最认为这个在见绝，所以这个病是不好治。那么也有只有四逆汤这一法了，四逆汤还是肝呕吐言沫，头痛的五逆汤不行。这个病很多了，肝呕就是不吐食，但是只吐言沫，言沫就是这个就是胃有停水，它上的一点就是我所吐这个通过是盐末而已，也是水的。头痛，这个水气外上来，它冲力在呕吐盐末，那个是水的上冲啊，都影响脑袋，脑袋疼啊，脑袋晕啊，它是内所头晕。我就根据这个，我治头晕，我常用这个医法，只要是。胃不一定吐盐沫，我们问这个病人的口水多那么这也是这个寒饮温上咽的一个表现，喝的是胃疼这个胃虚听饮嘛，这个水就中和就一直在胃，这种不容易都好使。咱们一般说这个美尼尔是怎么了，只要是晕的呀，动也不敢动，一动就要吐，那肯定是无力的。这个方子最常用的方子，这个无毒鱼这个药，它就是去这个水分上，冲力是最有效的。这个药不过它是热一些，用去水的药都得用热药，像干姜啊、生姜啊。全是四人胃水胃都由于胃虚。那么另外呢，他搁上人参、大枣、生姜，这个乌毒鱼配合生姜，这个生姜量也挺大，他胃都治呕了，治呕去水。人参、大枣呢，他还是健胃补虚的。这胃不虚，他不清醒，所以胃虚，这个水它自然就往上上。
咱们讲那个甘草仙丹，我也讲过，你心下脾硬，那么这个方子也有心下脾硬，它有人参嘛，人参散人。那么这个俗人他是内写出来，因为它不是一个主要整合。那甘草仙丹有，他就认为这个汗下太厉害了，客气动格，胃虚了。这客气，客气实力多了，一方面邪热的客气，一方面水也外上来，这时候这个胃这个部位就是摁着心下脾硬，脾硬里头这些坏东西，这些客邪水气它不是真正胃里头有湿，什么倒不是那个，它就是有些这个水气有一点热邪，心下脾硬，那正是一个用人参的一个主要症候，就是胃虚才有的情形。咱们讲阳明篇不有这么一段吗？心下脾硬者不可下，那个下字呢，令虽不足之实啊，那个就指的是人参症，那根本那指的是理中汤症，理中汤症就心下脾硬。那你需要健胃补虚，你在下利非不足啊，那人就不可救。如果性而力直，才可以救。所以这个力直者神，力直者欲。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心下脾硬，心下脾硬有实有虚的，不是尽虚。真正的你像那个大圣给他的他这个硬啊，摁着他巨按，那个旧家还不能讲的啊。然后就我刚才说那个杨明天的也是，他说的呀，这个大圣给他们泄腹不泄的心下，心下是不能够用大圣给他，那下力就要下力的时候就是不说。那就一直真虚啊。那么这一段呢，它由于胃虚才停水，一方面去水用鲈鱼生姜治呕，一方面也肚气等等的，这个胃要不恢复，一直去水也没用啊。去水把它由于胃虚水下来，必须得。这是标准煎制的，一方面下气寒水，同时用人参大枣以胃气，这个方的意思是这个。这个方子很常用，这个病也很常见。偶尔发热的时候，这个在太阳篇一定讲过的。所以这个发热呀，这个小柴胡汤是解热的一种相当的。那么但是这个藕，咱们讲那个柴胡剂的时候讲过，说这柴胡症啊，见着一症即是不必喜惧，这个心烦息怒，这个藕是个柴胡症的一个主要症。他这个四个症候里头，软带寒热啊，胸泻呼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心怒，这是四个主要的症候。那么如果要是发热而有呕，肯定就是少阳病毒、三阳病毒内部发热，所以要用小柴胡汤。那也就是藕是一个症候，根据各种不同的这个其他的脉症，我们治疗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辩证也是这样的。那它的基础是通过六经它在变八行，就是分这个祛湿寒热。
那么最后呢，还得到方正去，方正就是叫方剂与释延根。你看这几个五，那这个治疗是各有不同。这四段呢，就是论文。那么啊，头前呢，它是那个前二十八个八节，这个论的绝，四肢绝密那个绝。那么在以下，他就论你那个下力，再就是论了很清楚，他的绝不是绝阴病，你看就看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我开始讲的时候就说了，那么在这个诸事秘诀以下，这在玉凡经就是单独一章，就是变绝力偶约四个病形脉症病治，这是对的。王世和你把他搞到这个学经篇里头有个菜的。当然重点在这个山阳山阳篇之后他另有用意，这个我也讲了啊。可是谭吉利一哥呢，这个住家他就是说这个绝阴病说的就热闹。他认为这都是绝阴病，绝阴病就没法变了。咱们一会儿讲完了再从头片再谈啊，这小谈不谈讲过的了。上面八个条，伤寒大吐大下急虚，伏急汗者，那应该有个除字，伏急汗除者于天上，他的后头也住了玉盆经就有除字，其人外气伏雨，伏雨之水以发其汗，人得曰：“所以然者，为寒冷也。”这个伤寒，太阳伤寒的应该发汗。大吐大下者，足治，这回治错了。那么问里头没病，大吐大下的得急需，急需就是个胃酸。离的离积虚，伏积汗出的这个虚人啊，尤其咱们入于这个三阴病了，这个他指的太阴了，他不会来出汗。所以伏积汗出者，他都往下出，这就引起人呢、外气浮郁，外气浮郁就神游为乐了，颜面潮红了。这都是外气浮郁，这个外气浮郁这不可发汗。可是这个医这个大夫啊，他给他浮于之水以发其汗，所以认为这个其人这个啊伏击汗出，这个汗出啊是由于以水发汗，以水怎么能发汗呢？这个以水发汗的这个正人医疗上也有，你看我们这个茶叶水就发汗，有的这个感冒啊就浇点的茶叶喝点冷水就发汗，那么古人他也有这个法，他这个大概不是用那个办法，这个他就是给他喝热水温敷取汗，总是这个意思，他看见急需嘛，他不能发汗。可是这个呢就是这一种虚脱现象。第五由于大吐大泄之后，这个大吐使得内烦，内里头也有热，咱们有点讲过了。那么外气浮郁那么就是有表症，真正到那个里急虚之后也要舌表尽力，也没有发汗的时候，这个咱们也讲挺多的。那么就是外气浮郁这个时候冲这个急虚两个字也就不管他这个表，这种表也行，扶阳外月，比方我们头前说那个男士那个不是，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不是叫这些，咱们讲那个阳气浮郁代表在阳明病篇里解释叫节字循字，节字循字这样用他用不得小汗，所以阳气浮郁在内，
那么就拿这个青药，咱们从这儿讲那个啊，麻黄桂枝各半呢，为这个麻黄桂枝二麻黄一呀，桂枝二月的一，这都是一个解治使得危害的法子，也得根据症候啊，看什么方证用什么方就对了。但是那个它里头不积虚，你可知道？所以这个读这个书啊，你前后你非得好好看。那个它不是积虚，所以你吃那个药还懂事。这个它是积虚，可这个书它没说，它没说，它不必说。它给你的读书的人呢、指出来了，它就是你的积虚。这个扶阳带面。为得神勇伟热也不要发，这就是这个口气就来了。那么扶余之水在温补取汗，这是错误。这个扶饥汗出，这是一个唾汗，而且这个水停于胃，这个胃虚寒的从底下这个胃中寒冷的几个字，我们知道这个积虚啊，就是太阴那个积虚。这个胃积虚，水在饮下去，水性寒呢、胃中虚冷，一定要约力不止的。这个在头前来临阳明病也讲了。上台那边腹满，士气前后止，何物不利，利之积虚。这个约力，约就是我们说这个恶力，也就是说干呕这一类的。他不吐东西，刮小声不过这个约的这个气声连连的惊人，这就是这个胃虚寒的数多，但是也有实证。这最后这一节就说明这个，那么这个气不得下行，他会上来，所以他说是士气前后之合理不利。所以我们遇到这个约力之病啊，虚的固然多，也有实证。如果大便不通而约力，你通大便约力就好，这个气不得下行。小便不利也可以使你约力，那力气小便就可以好。所以这个任何一个症候骗人看看你都无形的。这个约咱们头前有很多解释了，虚的多，可不能说见着约就是虚。就像方才讲那个外气浮于在表面那是表，可是你看呢，这个没有这个离虚积虚之后，那你用小方法行的换言子饮水让它出点汗也可以的，不是不行。但是急需之后非射掉就离不可，那就不行。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片面来定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实际的是错，非全面看看他这个书我你看看，一开始无论是变太阳病变阳明病，都是变太阳病脉症病治，它主要的它是你处处得看脉症，你不能够拿一个症头就变病全局了，这是不行的。那么到这里我们不这个三阳三阴变是讲的，我们今天呢趁着有时间我们下一次大概说火了，你告诉我们这个老古医啊不完也差不多，我想在两个礼拜就完了。今天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中医这套东西啊怎么复习一下，讲这个书的。那么这个伤寒论这个辩证，在这个书它是以六经来分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六经辩证。
但是他这个属于前后呢，全是说的是标准阴阳，三个趋势，既有六经又有八卦。那么我们研究的这个书，首先妙把这个六经八卦把它搞明白。那么这个东西呀、啊，我们就得啊，不能违背历史了。我们要看看这个中医啊，他怎么搞出这么一套辩证的啊？这人不像西医现在辨病，这就是大家咱们这个中医这个发展这个时代太古了，起码别说我那个书差不多那一千七八百年了。那么他有这么年这个书这么样子条理清楚，可见中医的发展呢你发展还得差不多。那注意时也得追溯到两千年以上。那么那个时候咱们一想就可以得到那个啊那个大明书的历史这个历史的情况。他没有科学。科学就是还不进步吧，更没有更好的西医。现在西医的病名啊不是随便说的，什么病毒啊，什么病菌啊，有什么病原体啊，而在生理上形成无数无数发生什么什么病变。那古人他怎么搞这个是不可能，所以古人呢没法认识病，他没有更好的器医疗器械，也没有 X 光，也没有显微镜，他哪看病菌病毒去？就是去医院来看病。所以他也是死逼猝死，在这个疾病反应上看问题。这疾病反应什么玩意儿？那叫咱们现在话就是症状。这不是很不简单的事儿。那这样的时间呢，所以中医的发展远去了，那不是不但不是一个人，也绝不是一个时代，是经过长久的观察。他观察一种病也不行，他得观察多种病。观察出来呢一套的这个疾病这个发展过程上呢有一种规律，这是了不起的事儿。我们讲这个六经中都是规律。那么在他这个进行疾病的观察呀，也促进这个人的对这个症状的分析能力，所以他们说搞出似真来的，这是自然而然。你看我们刚才说那心下脾病有虚有实，摁着痛的微实，不痛微虚，这个他都是对这个病的这个一个症状，他能够分析到这个地方，这说明中医是人的进步了，是一点点进步，也啊对于脉也不是看看他的快慢而已了，他从那个脉的跳动上，在这个脉体的变化上，在这个血型的变化上，是非常的细，这就促进他这一套发展。那么时间久了，他在疾病看到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啊是不可逾越的规律，要不他不会逾越。这个他们现在讲是叫古人，因为古人这个发现这个相当真的是千真万确。不但他看出来疾病有一个一般的规律，而且在这规律上啊，他四字成功一套东西，就说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治疗的法则、命运的方剂，全是从这里头他弄出的结论。那么这套东西啊，是客观存在的，通过实践，一点点试验，一点点试验。对于药物的配方啊，对于这个药物的这个性能啊，
看见我生气了，就是那开始那人当然是了，那人是人了，在那生气。哎，他做成一条结论，这种结论呢是，可是这种结论你怎么来认识呢？这个古人难了。我们想一想，疾病说法上的全无外乎病理生理的问题，这是属于科学范畴。那古人他没法认识，所以没法认识怎么办呢？他还要认识，不就是足够事情，这是肯定的啊。再不就拿现象来认识，那咱们说这个众生相谈禅学啊，你看众生认他的一定不分，他出汗嘛，气息里有不分，他就说这是有分别，这是拿现象来认识的，这是错的。那么他这个不一律呢，那是可能的，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研究的还有那个现实的意义就在这，他这种规律啊，不但古时候这样的，现在这样的，未来恐怕还是不会变，他是可能不变。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古人他东西啊，先要把这个搞清楚，一个是规律，一个是他的所说的这个规律的认识。那么这种规律先建在哪呢？那么最原始也像我们这个本草一样，它也有登记一种最早的一种典籍，那就是所谓一言堂业经，用这一套的结论呢，都在那里。那么这个呢是一人发明的吗？当然也不是，就像我头前说的，那不那么多少人呢逐渐积累起来。我们要如果信有那个圣人，那就好办，要唯心主义的事儿好解决。那他天而生的嘛，是吧？你的圣人的参天理造化之妙，他就出来这个东西了，那就完了。所以以前也没人敢反驳，驳了你就是无圣，那还了得？是不是他？咱们现在不信有那个人了，所以这个书啊也不是一个人做的。既不是张仲景，也不是一隐。那么一隐那个他怎么叫一隐？他们一隐，我们一想就知道，跟我们那个内经现在咱说的《黄帝内经》啊，《本草》和《神农本草》，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当时生来那时候也不知道谁发明的，有这个记录这是肯定的。这个记录啊，也就是记以前的人的大成。啊，拿这一本书，也《神农本草》也是，《黄帝内经》也是，《汤显经》也是，是谁做的？做书的人他也不知道，他就得往前想。那个他是封建社会嘛，只能把这个功德的事儿啊，搁到地方身上，搁到宰相上，他不会搁到一个亲人身上，是吧？那是历史的问题。所以张仲景啊，他是一个唐天景的一个就是杰出的这么一个传人了。哎，他就是根据唐天景搞这个东西。这个在这个晋的时候，黄祖义他在这个唐天景里说的很清楚，众子论王唐业为书之业，用之过验。那么张仲景他也不会，谁也不会一个人发明的。这个中医这个由原始到这个唐天经这个阶段，那很长的历史时间，那绝不是个短暂的时间。那么张仲景呢，他就是依据这个唐天经来，所以咱们《伤寒论》的那个序是个假的，你就拿这个。光说你这个序言就可以看得出来，怎么讲呢？我们就看他们相续的年头就知道了。这个王祖和是魏末晋初的人，这个黄祖尼是晋初的人，他们两个人极相近。那么他这个书，这个黄祖尼是看到了，如果有这个信儿的话，那黄祖尼还能够
人家说是专用书文九卷，八十一难的杨大论等等的，那黄文尼说的不是，他因信儿他也不信，他说是这个专用书，专用这个论王长业为数十卷，不会的。可见在黄文尼那个时候啊，这个信儿很重要，他就没见到这个事儿。那么他如何和香港的近，可见这个信儿，据我的推测，我不是在南北朝或者在五代的时候，以前就没有，所以这个序言现在也大家有不等等。可这个序言当官当不大了，那么对于这个三寒论的这个注解，从成集开始，他就跟内经来说，千千诸位啊，所以说这个书啊，在我学医的时候还是用这个方法的人很少。他怎么他弄不清楚，就这个序言反正还不行。这个我们根据历史的对这个书啊，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这个绝不是咱们有自己独出心裁的著作，它是历史又。尤其我们刚才讲那个军音的，他就那么四条。这个张无忌为什么他不那个自绝音的这种方剂，他一个也不服呢？可见他这四条啊，这是书里藏的。那么张无忌对于这个军音的威病，那个提纲啊，他也不满意。这样满意的话，你像这个后头这个梵地里头，翁梅丸啊，当归四逆，肯定这是绝阴病，治疗绝阴病是吧？虽然他自己是绝，但是这个是绝阴。那张无忌为什么搁他头前呢？他就与提纲不理，搞不出一致的，所以他单独的呀写。我们方才讲的一章啊，就是绝立偶约势力迈向顶峰，这里头是一个意思。那万峰约万峰会得搞一块儿，这个咱们讲过的先不。那么这个六经，我方才说了，这个规律，这六个病型啊，就是这个表里半表半里。这是个疾病反应的病位。那么古人管叫太阳病，这个东西出问题，这六个病型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是与经络有关系？这是古人的看法。这个这是个看着一样挺平常的事儿，这很大的事情。一搞到经络上了，那么自然而然的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啊。就出了问题了。内经那个经络它根本就是与他的说的就是不是一致的。他这个书首先它是表里先传由表传半到半里，由半到半里再传里，或者由表直接传里。所以像讲这个太阳病有太阳阳明病的，有太阳少阳病的，有少阳阳明病的，没有阳明太阳病的先见阳明后见太阳，没有。他这个他是表里相传，内经他不是了。内经论他说怎么呢？他既要六经，外经络内脏什么都有经络，经络都是表。你看看这东西，你就没法说了。是吗？我们读完这个书，读完了你好好看看是不是不是。所以这个经络就是不对。你看他们注言也是的，阳明也有表证太阴也有表证，没有没表证的。我们现在遇到这种表证，你说他是哪他这个错误从哪来的呢？就从古人这个认识。六个内型他给弄个经络。这是很有关系，很有关系那么甚至于咱们搞这个太阳病
就山东警他也没明白这个地方，那没法子明白。你看这个伤寒不分，这个关系大。这个伤寒不分啊，这就是所以咱们就是这个一般的对这个中医的认识啊，就是有风邪，有寒邪，在哪里代表？这就对中医这个发展呢，就起这么一大问题。什么问题？说是这个有风邪在这，四肢中风的这个药都是祛风药；是寒邪在那，四肢太阳伤寒那个药就叫啊散寒的药。他不但把这病的认识搞错了，连这药物都搞错了，你看是吧？所以咱们现在这个桂枝是祛风邪吗？你咱们心脏病也用它吗？那当然不是祛风邪呀，是不是？可是这个风邪、寒邪之说，这就把这个伤寒给归类了。说是这个邪是由表来的，就是真正风来热来了，寒跑热来了，就把这个出文明了。要没有这个文明，没有这文明，你不能说是风邪了、寒邪了。风邪、寒邪只是在热，这个热就是从嘴巴里跑，这都是一个主观的这个随便设想的。你得好好想想这个。所以就由这个中风啊、伤寒这两个字起。所以我定这个想出方的方法来了啊，这是有口鼻气部的，那也是邪来的呢。所以咱们治这个治这个温病啊，也是有你看那个玉童搞的，又有啊暑温，又有秋温，又有春温，这个不就温还分了多少？这个东西啊，现在所以中医这么样子搞下来了，整个理论就是歪曲，对这个始终就是不行，越搞越离开这个事实了，这是不对的。这个温病是不是上面讲的讲的？那开始啊。发热可不寒得为温病啊，就说他跟太阳病气比较，连太阳病他中风伤寒他都说太阳中风太阳伤寒啊，这个太伤寒中风他不说病，那是这样的。这个病他这个你这个太阳就是单独这么一种病，他说体温病呢，他不说是太阳温这个中温了，或者是发温了，他不说这个，他说温病。这个温病就与太阳病对立的东西。温病发热而可不寒，这个可在这个书上全是体热。你咱们讲太阳病，下利不可热死太阳，可而下利。你热力他用这个白头翁汤，这咱们都讲过的东西。那么他这个温病发热而可不寒，说明是里热了。是什么呢？到阳明天天又提了，阳明外症这个说啊，身热汗热是不寒但不热。这个温病啊，在太阳天的提了，在阳明病里就是一个阳明的外症。阳明外症怎么治的？不就是白虎汤？那么他在太阳天的提也是发汗不行，发汗的就要转成风温，下热不行啊，用火更不行。那么有什么法子呢？只有清热一个办法了。那么他没明说，但是他这个属于全包含了。你看后头这个滋滋池汤啊，你像这个三黄泻心啊、大黄泻心啊、白虎汤、白虎加仁，这无疑不是治热的。
那你真要是把它掌握好了，一样是稳定的，有什么不能是稳定的？所以这个看法的错误，对不对啊？我说这个上盘纵横这两个字啊，这个是乱要的。可是呢，我们要拿干个正形可以的，这太阳历有这么两种正形，一种方的汉字不分的，另一种发热无汗脉浮紧这类的叫做伤寒，这里就是两个正形，没有这个风邪寒邪之说。所以这样的来呀，这个中医这个发展呢，绝不是现在这个理论，这是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讲这个，所以有人读这个书也是一样的，有些是很对，那么在这个规律方面我们要必须要掌握，不然的话你不会容易。那么这个对于这个认识，你看对于这么两个类型，他也说给起个叫纵横，起个叫伤寒。那古人呢，我们不必给古人当掩护，他是个错认识，他就认为风邪寒邪，这跟哪根据哪来的，就根据伤寒病来的，就是咱们现在说伤寒寒。那古人认为那个伤寒呢，就是伤的寒。就是你看那个伤寒历，那个时候就有那个成语里那本，他图片有个伤寒历，可是王子和做的，就是寒历之气啊，所以冬伤于寒嘛啊，要是春发的叫春温，中年的还是这个邪。这个寒气在里头呢，这个东西啊，这根本就是都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在研究这个啊，我们假设要是这个，当然是这个书这个伤寒不是一个狭义的，是广义的，凡是热病都叫伤寒。那么如果要拿常伤寒来看待的，那你就不能用西医办了。人家说是这个啊伤寒感觉，你还说不是，那还说非得说寒邪不可。所以这东西证明这东西不对就是不对啊，就是我们对研究这个书啊仁慈的态度，就我认为一个中研究中医的人也应该有这种正确态度，不能够说是他不对了还得非说他是对，再不就是瞎说啊。人家说这个甚至是五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啊？脾现在它不是一个消化系统，咱们说的脾是消化系统，咱们说的脾不是那个脾啊，这就是瞎打掩护，你这个理论老搞不出来。回头了我们再研究这个六经究竟是什么，那么我们还得从这个八纲来说起。这个八纲今天我聊聊说一说，我们先翻开，我也说了，他首先要认识定位。这个定位，这个说说这个表啊，就是体表这个表，这个表就是咱们认识这个虚窍，就是由这个虚主在里头，就是肌肉在里头，就是筋骨。就是皮肤肌肉筋骨所组成，这个就是体表，就在人的最外头。那么如果疾病反既能反映到这个病位上，就叫表的。这个里呢，它就指着人类的肌里头，肌里头都是这个消化管道有这个大小肠胃所组成的消化管道。那么疾病啊，既经反映到这里头，那就叫里症。那半表半里呢，就是里之外，表之内，那全是就是咱们现在最容易提出的一个抽象的事情，就是胸腹腔间胸腔腹腔这两个大腔子里头全是。就是我们一切脏腑除了脑髓耳外都来这里头
这就叫半表白，它是什么呢？这就先从这个表里半表半里，我们说这个八纲了，它其实九个，它有半表半里啊，它古人的它包含到这表里里头了。那么另外呢，就是阴阳，这个阴阳啊，在它咱们说阴证阳证，不是咱们寻常辩证所说那个阴虚阳虚那个阴阳，不是。住家都得搞那个，他们的阴阳指的是阴性阳性。那么这个东西阴阴暗暗分的，就是一个太过一个不极致的分。那么也就是人有了病了，你这个生理机能要有改变的，那是一定的。尤其这个代谢机能出现改变，这个改变这个机能的改变呢，它只是两个途径，一个就是比这个健康人太过，一个就是比健康人不够不及。现在咱们的连症候在脉全是这样，就是太过不及。那么太过它反映这个症候吧，也相应的要有这个发阳的兴奋的亢进的这一套反映出来，这比如叫阳性症。反着呢，它叫沉衰的抑郁症的，它不但不发阳，它抑郁。那么这一类的症候呢，就叫做阴性症。所以这个有了疾病的这个机能上要发生两方面的，所以这个病呢千变万的化，但是不外乎阴阳两大类，它不为阴变为阳，也不为阴也不为阳，你认为病，你这个这个生理机能蛮好嘛，哪也没有太过的，哪有没有不及的，那不就是正好吗？那就没病。现在咱们量血压也是一样的，看你高看你低，不高不低你血压就没病。我们人身的机能整个人也都不太过也不不及，就是没病。有了有了不是太过就是不及，所以就是阴阳，就这么两个道理。这个阴阳之中啊，它有一些特殊的现象，它要变，就是寒热虚实。我今天这么聊聊的说这个，那这个寒和虚都是不及，也都不及，都属于阴之类。热和湿都属于太过呀，也都属于阳之类。阳之中有些特殊的阳性，在辩证上与治疗是有关系的，也要变。什么呢？一种是热性的，一种是湿性的。这个湿，咱们知道。对人身体支出路的就是虚，反倒扛进那就是实吧。虚寒与这个热湿它是对待，可是这四种呢都是同生于阴阳，所以我们在阳症里头它这个虚寒也有这个有阳热阳湿，阳湿有阴热，有阳湿热，也有种阳虚症。阳症里是虚症，但是它有热，也叫虚热症。那么阴症呢也是一样，所以只能有两大类。那么在这个症候上、症情、病情上说，只有阴阳两大类，这里头还得分。我们这个六经啊。就是反映到表里半表半里贺阴贺阳六类，这就六个类型。这六个类型里头，你看他还老说属阴阳也属于热也的，他的主张也成学的那么在这一上你还得分析他的事实。所以我们这个六经啊，只是
表里阴阳有的，但是还是其实啊，在这个阳性里头，你还要阳性是一般的啊，还有一种特性的东西，热与湿。那么在阴症里头呢，啊，你还要再变虚寒。换言之，我们这个六经里头，张景这个书，既变这个六经，是不是也要变八纲？表里阴阳有了，你再变寒热虚实八纲，就等具备了。那么在这个阴阳寒热虚实，这可以做出了一种这个治疗的法则了。像咱们太阳病吧，太阳病啊，当法，这就是太阳病的一个治疗的法则，也可以叫做治则。那么热呢？热就得用寒药，寒就得用热药，是吧？虚得补，湿得攻，这都是治热。它这个六经以至于寒热虚湿，这个治热的书里头随便一看都看得出来。可只有治热不能治病。你看刚才说这个太阳病，太阳病那治热一张嘴就知道得发汗。那什么方剂方案呢？那还得具体的实施具体实施，还得要方的。所以他这个辩证啊，在这个时是这样，先辩六经，六经它有固定的类型，然后来分析寒热虚实。在这个时候，这个当代的看病看到这样，心里就有数，他知道用哪种法子来治疗这个病，应该用什么方药，还要进一步注意，那就变方针了。就这个时候就是产生这个东西。那么我们现在要问这么一句话，那么究竟是中医这套辩证的方法，那么它是怎么个方法，治愈什么病呢？这个我们值得研究。这个我想中医啊搞了这些年还没人来这项来解释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就要根据这个八纲不用说，就拿六经说，这六个类型，这就是啊犯有疾病，他这个病位啊不属于这个表里半表半表，这是古人的一种结论，这个病位的反应呢，不属于表里和半表半表，这个病情呢，不属于阴阳两大类，这个病型啊，不属于这么三阴三阳，这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超出来？这个东西就一直是个什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八纲六经就是万有疾病的一般的规律，一般的，那不是这么特殊的。像咱们说太阳病，太阳病是什么病呢？什么病也不是，它是什么病都可以有它，它是一般的吗？就是一般的症，那不是什么病，就是一般的症。凡是一个病要有这个症，中医就用这个方法来治疗，没有错。这个是很说明问题了啊。所以中医这个治病的方法，这就是咱们说的辩证论治了，就根据这张景这个书，它就是在疾病，就是在这个疾病的一般规律这个基础。中医是这么个基础，在这个疾病啊有一般的规律，在这个基础呢，而讲究疾病一个统治方法，也可以叫打法，有人啊叫方法，统治一般疾病，这东西挺妙。怎么叫统治呢？你看咱们那一个方子，这是很大家都可以有这个体会，治很多的病。一个病你可不能固定一个方法，
你说咱拿太阳定说啊，你无论文人也好，伤寒也好啊，这个以及其他的各种疾病，只要发生太阳病，如果他是不治症，能归于犯，什么病都治。不但这个症状消失，那个基本的病也是好。这咱们的临床不就这套吗？所以中医治病啊，这个主要的精神就在疾病一般的规律这个基础上而治一般的疾病，通过一个方法，它就是这个治病的方法是这套。这个你得让你停药，那西医现在它那个非常进步，但是在疾病一般的规律他知道，我看过他们这个病理生理，研究病理生理，他也主张研究这个疾病的一般的规律，他解释一般的规律解释还挺好的，自然发病原因不同啊，形式不同，他有一般的规律反应。可是西医这个是他认识，可在这个上治疗一般的病啊，他还没有。所以中医的古人这个啊，通过这个临床这种实践，他搞这套东西非常成功。所以中医这个很重要。所以中医你要是搞科研，你一个拿一个病人来固定用一个方子，根本就不成立。中医不是那一般的规律上治一般的病。你说咱们用那个柴胡汤，你只是先柴胡汤的，我就用小柴胡汤没问题的，不先用有害无益。中医是这种东西。可是这又说不了，在一般规律上怎么能是一般的疾病呢？我们再追究这个，中医有一句话最好，就是正邪交正，张衡的书也是，那你们也是。中医认为人这个人体啊，对于疾病啊，他其实不等着他病的，他老一直动着，老是正邪交正，事实也得是这样。人体要没有这么一套的这个良能啊，那热衰面非死不可。他就能对于外界的刺激，他非常有一种这个抗御的方法。你看，咱们要是有一种这个传染病，它不是人人传染的，顶烈的传染病的死的人还是少数啊。他那个没感染的人，他不是他没接触的，他的身体的抵抗力，现在抵抗力什么？就是我们身体对于这个外来的东西它能够有抵制，那就是正邪交正。那么有了病了，它还跟它交正。你看咱们讲那个表证，这太阳病你好好分析，它就是正邪交正的体现。怎么个交正法呢？就打算出汗，这个命经说的，你们看看那个什么那个肩膀脚那一段挺好说的，进邪气交通于骨肉。我记得我讲述过银的那一段，他就想在体表以发汗的这种办法和疾病治体表排出。那这个里症呢，就想用里把它排出，为了吐，为了下。这个半表半里呢，就想借这个半表半里各种脏器的官能而把它排出，呼吸器啊、泌尿器 啊等等的吧。那么这个就限于人体这个自然的结构，对于这个疾病的这个斗争这个方式啊，也只有这么几种，就限于自然的。这个人体万人相通，所以这个正与邪斗争啊，离不开这几个方位，所以就固定了命的定位。所以这定位哪来的呢？这主要的还是咱们这个正邪交争啊，这个
集体的本身还是个主导地位，他能从这方面解除疾病，或者从那一方面，除非这儿外没有了，他限于这个生理面、生理这个自然的结构，可他就把这个病位给固定了。病位固定了，如果机能亢奋，他就阳性症；机能沉衰，他就出来这个阴性症。这个六型啊，这六类型是，只要是疾病存在，这个机体就斗争，就斗争，它就不出这个范围。所以我们在一个疾病全过程里头，这种六淋八脏的反应始终不会离去，而且始终也不会超出这方面。我们再拿这个自责，根据这个我刚才讲这个啊，六淋八脏这个生成的这个来历，我们还可以理解一个问题，就是中医这套辩证实质的，正是适应人体这个机制啊，抗病的机制，而使它达到目的。你看他这个表证吧，他越发汗，发不出虚汗，所以脉浮头样，前冲而无汗，这种表面这个重置体液的这个疾病都显示了。哎，中医啊，他古人的就是四人的结论，哎，这你发汗就好了。可是这个发汗呢，正达到这个机体的这个机体要求，所以中医的东西还是最重要啊。那么我们又说了，你看这个，那么他出汗呢，病还不好，怎么回事呢？这就像他这个综合症就是这样的，他本来的治汗出，那么达到汗出了，病还不好，这个逆境也有了。所以说这个汗出而血流，这就是我们这个机能啊，力量达不到，不是他不得汗出。你像我们说那个太阳伤寒，他机能达到了，他就是出不来汗。你一开气咒里让他出点汗，这邪气就不好。这个中风症虽然出汗，但是他就是精气虚嘛。这南面经的话就精气虚了，这大的精气虚了。什么叫精气啊？那古人要这个人体要想出汗的，就是用元气。这骨气也叫做精气，就是精神养人之气了。虽然出汗了，由于精气这个质和量不足以驱邪，反倒出毛病了。汗是往外跑了，邪还趁虚而往里头来了。我们在后头方面可以就生这么两大系列的补充汤，一种就是桂枝汤为主的加减，一种是以麻黄为主的一种加减，形成这么两套。你看桂枝加桂呀，桂枝加芍药啊，桂枝去芍药啊，桂枝去芍药啊，加入牡蛎等等的，这都是桂枝汤的这个症候出入的加减，有这么一系列的方剂。以麻黄汤为主的更是，麻黄汤、葛根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你这些麻黄桂枝的半代都属于麻黄剂，它是桂发汗的。那么这就形成那么两大系列的方剂，除这而外都不是，不是它的太阳天的干什么，它就为了应急治变。咱们有这个书啊，这个太阳辩证最说的多。他这个病他不是固定，不是太阳病，老是那么一个太阳病，他随时的由于治疗的关系新物质，由于他这个病转传变的关系。那你研究太阳病
这个里边他都要死，而且为了犯案，有些可犯案，有些不可犯案。袁世公这个杨明令他也是，每一张抽签的都是反复的这么说。所以这个我们也啊，那么这是今天就首先看到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辩证因。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半表半里，无限表里单纯的。你看这个表的啊，无论是太阳病、少阴病都好辩。那么理论呢，无论阳明病、太阴病也好辩，都是常理里头啊。这个是体表，肾疼痛这套东西都是好辩。最主要的就是半表半里，你看我们说那个口苦咽干目眩，白虎汤跟也口苦咽干也有目眩，它里头有热的熏的孔窍外上来的，就有这套东西，所以又不够。这个金银田更成问题，那么是不是古人在这里头他一点没认识？不是的，没哪认识。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半表半里的部位，它牵连到一切脏腑。你看那小柴胡下你就看出来，喝这个喝那个，他这个不好用简单的把它概括，没法概括。所以这个少阳病的提纲和这个厥阴病提纲都不够全面。只能做个参考。那么怎么辩呢？这成本低的吗？有个办法。他那个书上呢，也许是写的那地方的既表证好辩，理证好辩，除去表里呢，那不都是半表半里吗？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也是天天用这个法子，就是不是用发汗的方法治疗这个病，也不是用温补回的是吐下的这个病，这就是标理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半表半里。这个半表半里要是反应力是阳性的，那就上阳病；反应阴性的，那就是阴，就这就够了。所以这个半表半里这个。你看这个厥阴病，它只是四条，它也没详细说，没法说。那么这个少阳病也是，就是口苦咽干啊，他就来柴胡这么的说的清楚，他这个事实不可能。这个地方它牵连到这么些的脏腑啊，这个地方要有这个假设，这个地方要有一种气，无论是啊。有这种这个有命，它最容易涉及到其他的脏器的地方，所以你像那个用一些鹤的这个也不行啊，那也不够提纲，鹤的那么的站还走还走这么些，所以没有法子，我们只能够在临床上。第一个，这个表里也好辨，你像咱们说感冒这套东西都是太阳病，如果人虚衰、脉微细，这都属于少阴病啊。那么这个胃大食这一套啊，不大便啊，大便不出来，所以就是直热，就像白虎汤的，这都是属于阳明病的。腹痛下痢啊，虚寒在里，这套东西都属于太阴病。那么这个表里好辨，出去表里都是半表半里。所以这个辨证呢，也并不难辨，只是它这个水呢，主要的就是一六经它分篇，它就是这个。可是，在这个少阳里头，在这个厥阴里头都不够。这个我们要知道，但是呢，这个那我是搞这些的，我也曾经积累一些这些经验，
这些少量的必须是变化才相当的多。你拿不出来一个更好的一个一个特征，那么只是什么呢？只是先变标准，这个病长了用不着特意变。那来这病号呢，一看就知道他一说你就清楚了。他这标理很容易嘛，一看这个他走出来了，在半道半里的范围上也相当的多。今天咱们就是聊聊这瞎聊，主要的。